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们送走的感觉很好。哈哈，冰！现在我宣布，璇儿姐就是我妈，现在就是。都在干嘛，宝贝们？我也不想装了，我想休息。让狒狒来，狒狒，有虫子。有一说一，这个奶真解辣。刚才吃那小辣椒，我辣了。就是丹姐炒的那个辣椒，对，哦，那个绿，那个青的那个，嗯，那个很辣。The my clothes, the color is getting changed.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cold, the clothes is going to deep. When the temperature dark. You know what I mean, yeah. 泰语里这个大怎么说呀？亚爷。亚爷。舒服怎么说？萨拜。亚萨拜。不是。很舒服就是萨拜嘛，你可以加多多的嘛，萨拜嘛嘛嘛嘛。啊，懂了懂了，萨拜嘛嘛嘛嘛。现在大家都已经无所谓了。公民们。今天的任务要发布咯，今天的任务是系定义小组任务。就这么一直躺着也不是个办法，家长不在的日子里养家糊口人人有责。经历了大前天大卷特卷的初次集体任务，太可怕了这个世界。前一天半自愿的破冰行动，今天欢迎重获个人身份，无单位，无硬性组织，无强制社交，你可以自由的 be yourself， 也可以尽情的 be in group。到了考验这场社交大融合的最后阶段了，做出你的选择吧。干点啥呀？干点啥呢？去海滩冥想，要不要去？可以啊，走啊。我想给小马画个牌。可以，我们一起画吧。其实我跟CC 算所有的新武林里面比较熟的了。今天早上还一起看日出了吗？出来了。哦，我觉得我们俩的距离迅速拉近了。你下午干啥呀？我下午跟雪琴画板。我们要去海边。你能打坐五小时？真的？你坐五个小时画画，我在那坐五个小时打坐。行，你回来可以拔个肚，烤干了都。腊肉对不对？老婆，他说咱们要是在海边坐五个小时，咱们就成腊肉。太吓人了！今儿有任务了，我准备整个海边露营。海边露营？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海，所以我想说今天去做点什么的话，那我觉得就是去海边。说我一定要把璇儿姐拉进来，她一定会安排好所有的后勤的工作，然后。另外我还要拉一个男生进来，因为搭帐篷其实一个人还挺难的。哎呀，累了。孟姐感觉比跟上一季比怎么样？这一季你问我这种问题，当着这么多人面我傻。那你说说我们新的人怎么样？那我宝肯定是最可爱的啦，比上一季任何一个人都可爱是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好可怕，好刁钻，他好可怕，好刁钻。来，郭麒麟想拿分不？练练核心，咱们。快点让人带咱练练，正好我也想练。坦白说，我还是想唠嗑，但是他们都没人跟我唠嗑的话，我现在换方法了，我也不唠了。也是不想让自己落单是吗？咋？那我呢？那咱四个一起。我不想练，别练了，好不好啊？他
你看你又不想练，你穿这也不方便练，我穿这身也不方便练吧？你别扯，你撒楞的。就是哎呀，就是我刚刚都是嘴硬的，他们都不理我，我很闹心。你要干嘛？我有病。妈妈。冲他坐，赶紧走。教练，教练，我想打篮球，教练。这一季比上一季不好玩，因为有不好玩的人。谁是不好玩的人？孟子义。我也是上一季的人，谢谢。哦，我说上一季就不好玩吗？这一季还不好玩，就因为有他的。你们练这个东西很累吗？那种累。往上蹬一下。子义啊，待会儿我教你找到音怎么样？可以落地，不能落地。可以啊，走吧。哎，对，走。就是当下想来做这个事情，在这深夜酒吧，管他是干是哦，唱歌不好听哦，好听好听，你骗我，很可爱很可爱，我是因为我听不懂那个哆来咪发嗦拉西，有时间可以教你，这很难教吧？没问题，没事，都能改，没问题，我保他能，我没有多想。你比如说你正常的发音是什么样的状态？我不会发音。你不会发音啊？好，它这个音呢，它是有一定的固定音高的。低一点，低一点。好，那就是从这开始。哆。你现在唱的是咪啊，再低一点。哆。太低了。哆。你听这个。这个是咪，你唱的是咪瑞哆。我唱的咪唱的好，对不对？我老是唱的咪的音。但是你要真正唱咪的话，估计就不准了。咪。你刚刚唱的是发。哦，我一直在发发的音。发的音。好奇怪哦。对，你是发。但你现在又是嗦了。我就是比他们永远高一个音，对不对？对。看来我适合唱那种就是音调高一点的音乐。高一点，但是你必须得知道你的这个位置在哪，跟着这个来。咪咪瑞哆，咪瑞哆。但是该说不说，这俩人都挺有耐心，真挺有耐心。一个愿意教，一个愿意学，我好感动，让我有一种了西西弗斯的那种悲悯，明知不可而为之。跟老大一块巨石，天天就是想推他，我好感动，这就是人性的魅力。王鹤棣也加入了，两个学徒了，两个学徒了。不是王鹤棣是跑调吗？王鹤棣还好，王鹤棣有的救，王鹤棣有的救。他也听不出来，听得出来。哆、哦，哎，他也跟你一样，他发的是咪的音。来，你再来一下，再来。好，来来来，从头从头从头。啊，来，我们开始。哆来，过了。好，慢一点。哆来咪发嗦。太难了，你说。王鹤棣要先听琴再跟唱，你因为你自己不知道那个音程的关系。这样。咪咪。你看他唱的还是嗦，他就。但我唱的是咪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唱的是咪。咪来哆。哎，太好了，就是这样。咪来哆。哎，你这个最后这个都是对的。你觉得我们俩谁音准更不好？现在还是半斤八两的状态，都差不多。来，你来个哆来咪发嗦，来。我们就五个音，因为你的这个音域也差不多在这儿。什么意思？就先学会走，再学会跑。你现在走都还不会呢。你先学会再说吧，你会了，你会走了。就是干嘛五十步笑百步，他也就一般吧。我觉得他唱歌没有小野好听。事实上，就是我唱歌比他好听。
就一半半截优生学差生这种孩子，刚才骄傲的哪里？我就让他，我一会儿就弹小幸运。小幸运是我必点的歌，拿手的歌哎。雨滴落在青青草地。我也不差好吗？好，可以可以，出事了出事了。我再来一遍，我再唱一遍他这个。再高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我累死了。不对，你唱的是都，再上去三个，那你这个东西没完。你看老师都气放弃了。这也没办法。哎，这个东西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有没有。啊，不，我们今天其实到这儿了。啊，到这儿了，懂了。确认过眼神。你唱的不对。确认过眼神。哎，对。我唱的是对的，对吧？对。